最近，英国杂志《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》公布了2013年全球最具潜力的百所大学排行榜，其中韩国和香港都有大学进入前十名，但是中国大陆竟然没有一所大学上榜。据专业人士指出，大陆院校因为受政府和中共控制，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，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，只有党校。19号，《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》公布2013年全球100所最具潜力大学排行榜，位列前十名的大学排名依次为：韩国浦项科技大学、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、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、香港科技大学、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、荷兰马斯垂克大学、英国约克大学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、巴黎第六大学、巴黎第十一大学。这一排行榜针对的是建校历史少于50年的大学，一些历史悠久的老牌名校不在评选范围之内。评选的主要依据是学校的13项指标，包括创新能力、教学质量、研究成果、论文被引用次数和国际声誉等。这次评选结果显示，亚洲大学特别是韩国大学迅速崛起，令人瞩目。在百名排行榜中，香港有4所大学上榜，台湾有5所大学上榜，韩国则有2所大学进入前十名，其中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连续2年位列榜首。而对比鲜明的是，中国大陆竟然没有一所高校上榜。就是因为它整个这个环境是被污染的，是一个被中共把持、被污染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教师没有学术自由，办学理念不是以培养人和做学术研究为目的的，学术界也像中共政府的一样贪污腐败盛行，所以他也是在搞利益交换，而并不考虑谁的科研研究可能对这个科学事业有发展，那么我们要支持他，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，或者很少有这样的人了。中国的大学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党校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必须是独立的，还要政校分开，政府与学校要分开，这样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大学，否则它只是行政机关的延伸。美国某研究所从事研究的博士杰森马也谈到，中国当教授远远没有当官实惠，这使得很多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很快走上仕途，不再深入做研究。这种官本位的方式，很多时候研究方向也是由一些不一定懂研究的官在定，这就又造成了整个研究人员的流失和研究项目设定，很多也有政治因素在里头，所以说研究项目的设立不科学。杰森强调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体系问题，很多中国科研人员在国外取得许多成果，而在大陆却无法施展才华。杰森还指出，中共的体制会在社会方方面面产生腐朽，这自然导致高校铜臭味和官本位泛滥，严重压抑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。新唐人电视易如采访报道。